伊是专运会太极拳冠军陈英鹏。另外这位是年轻的舞蹈家林柏宏，看到因的演出，就当了解罗水溪艺术舞蹈团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，而且每年受到邀请到澳洲国家表演。对湖尾来讲是非常重大的里程碑，不仅是接轨到国际，接轨到法国，接轨到意大利，这是咱台湾之光啦，正港的台湾之光吼，希望各位现场各位时段吼，各位贵宾吼，会使继续甲因支持，互因无后顾之忧，继续向前冲，为咱台湾拍拼。罗水溪艺术舞蹈团已经连续6年前往澳洲参加国际艺术节，今年暑假2个月当中，在澳洲表演了33场，而且还接到每年邀请，杰出的表演替台湾做了上好国宾外交。这支舞蹈叫做泰索，舞蹈团员扭捏动作，展现出美丽身影。看出团员对舞蹈喜爱，一礼拜六暗时，罗水溪艺术舞蹈团准备在湖北中山等演出，邀请乡亲来观看因的自信和骄傲。在9月1号，晚上6点半我们就入场，因为我们7点有一个很重要的音乐会在法国，我们所演奏的那个音乐演奏都会呈现给各位观众。那7点半呢，正式就是我们的那个舞蹈表演开始。那里面呢很多元，那尤其是我们是以年轻的编舞家，以在地文化的一个元素下去做所谓的一个编创。这次澳洲演出，好为丁龙辉特别提供了头刀做伴手礼，意外受到外国朋友的喜爱，也让澳洲朋友接到正港的台湾味。记者李炳安采访报道。